坏掉了，坏掉，所以我帮你撑着。你看啊，这边挡火墙裂开了。嗯，挡火墙裂开，这也是裂开了。它这个车头改成小改款的，你看到？对啊，虽然改得很糟。嗯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十台有九台是因为车头撞烂了，然后把它改成新车头。所以你看哦，它这个。整个这个密合度、完整度都很差，引擎盖跟叶子板这个缝隙，你光这一条它的宽度就不平整了嘛。然后在这一条，你看这里到这边几乎是密合的，嗯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到这边就不见。所以这个跟刚刚姑那台别是它很像，其实车子有一点点。我看这顶天比你们本来较歹，你个电动好玩，对，有一些玻璃窗的啊，不错哎。它那袂顶大，太阳。这个，你行。啊！你一样过去啊！无啦，我咧想讲这台车到底有整理的价值无？这若要开台，甲旧搁甲炸，开台外表放下去唔知。啊！啊，改一个啊 ，M 三入的，改做土耳其啦，啊无？土耳其啦。哦，可以使啊。啊，就是幺五。M 三是红的。哎呀 ，M 三是红的。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是什么啊？爱车大改造啊！好了，爱车大改造了。哦，那这个看前情提要就知道了。我跟泰山去台中收回来，还记得当初那台欧欧草草暖暖的8+9专用车吗？金色轮框有没有？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的轮框都弄成银色的了。车身我们也把它涂装成，这应该算土耳其蓝吗？还是金白蓝？金白蓝，金白蓝。还是这个大憨蓝大红蓝，车灯我们就哎、欸，车灯我有没有换啊？我花钱花到我不知道。你有换啊？你换过了、啊。我大灯也换掉了。哎，那这盏我好开。你有开吧？哦，哎，我开的我马没给你啊，真的太久了、哦。我记得上一次上片是2个月前的嘛。我觉得这台车最主要一个重点是回来之后，其实中间哈、哦、有一度这个车有回来，然后我嫌它这个前面的那个校正有没有？因为我们那时候说这台前面有碰撞过嘛。对啊。那我开起来，我觉得哎，车身校正还是有一点歪歪的，我不知道一般人开不开得出来啦。第一次它回来的时候打枪回去又重拉，哦，所以我们重点是前面的这个之前碰撞的校正上那个八卦台嘛，八卦台你知道？你不要只知道八角椅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我们已经把它校正。还有后面这个常常哈会发生在146的身上有个问题，就是后面牛腿，我们俗称牛腿的地方，好，避震器上座的底部那边常常会有一个撕裂伤。撕裂伤你就没遇过了吧？嘿嘿，所以我们把那个地方做焊接，然后把它修补完成了。我觉得这台车钱都花在很细节的地方，这个水贴我们也全部都花钱把它处理好了，而且不止水贴的部分哈，其实水贴会坏的并不是这个镀铬的地方，而是里面的这一些橡胶、塑胶的地方，全部都会因为年久失修破掉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边条也都是重新上过的。那时候两个蝴蝶窗不能开，我们也把它修复好了，包含天窗也把它修复好了。后尾灯当然换了我最喜欢的金钻光条式样，好、哦，整个带出它这个整个屁股的美感，再加上这一只小鸭尾。当然那个引擎啊，一些空气流浪剂啊、漏油的部分那些都有经过我们的一番处理，那我就不多讲，好不好？底盘的零件都已经更换完成了，那现在还有内装的部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哎，详细的哦，我们待会稍后都会有这个过程，你们可以慢慢的欣赏。好啊，那内装的部分我们是尽量做还原嘛，哈、哦，包含这个皮椅 M 对不对？排档头，好、哦、一些饰板跟这个方向盘的皮，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发亮的铝圈盖，刚刚没讲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科比强调是讲过了，好不好？到时候片段再跟大家分享。然后之前我们不是两边的这个线条大小不平均吗？现在也把它拉平均了。对，两边的空隙我们都已经把它弄平均了。还有这边，好平。好，平均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引擎盖给你们看里面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我们都有做过，除了把它拉出来以后哈，我们还做所谓的洗压给嘛，粉光有没有？像家里在这个做水泥一样，因为撞到除了外掉以外哈，还会生锈，那做了防锈处理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呢，其实整体的自然度已经很高了，看起来真的蛮自然的，有没有？这边对，这边全部都做过了。
已经没有看不到一些这个敲击的痕迹或是生锈的痕迹。那我记得那时候挡火墙这边也有稍微的拉扯过，有没有？那我们也全部都帮他做焊接烧焊回来，好，当然大梁要先校正之后再把这边弄回来，所以你也看不到任何的之前的那种生锈啊、裂痕啊等等，都把它修补完成了。这个是花最多时间的，而且花最多钱，花了钱还未必做得好。很多人都说，哎，小师这个车还要收啊，还要整理哦。其实不是哦，我们其实花这个时间、金钱，只是为了跟大家分享说，其实一台车，车再怎么老，好，如果是经典，我们真的认真的想要把它救回来的话，还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前提之下是要加入运动赛事分析群组，要不然你没有钱，没有钱。对，而且整理完不知道怎么卖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车我们已经接下来已经不知道该去讨论怎么卖的问题了，泰山。你不觉得一台车整理的这样漂漂亮亮的，停在公司，每天看到它也心情很愉悦吗？尤其这种颜色，你会觉得哇，整个场内这样放眼望去，它最明显。所以开这车不要出去做坏事。本来这个镜子不会动嘛，修好了，有没有？而且连里面的这胶条全部都翻新了，之前里面的胶条都破了。好，我关起来哦。两边都可以动，两边都好了。哇，当然门板啊、中控台我们也都重新喷过漆。好，稍微让它不要看起来凹凹槽槽，然后皮椅全部前后皮椅都重做以外啊，其实这一代的 E34 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背板常会翻下，每一台都会，我那 M3 也一样，所以我们送去重新把里面的四只脚全部都重粘，再把它扣回来，它就不会再翻起来啊。对，音响它后面有一个这个8+9台克式样敲给音。好，那我是把它的线路哦，对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当初这个车回来的时候，它线路是整个非常混乱的，包含它的引擎电脑的线路哈，全部都是乱接的，有的有用，有的没用。那这个整个线路，我们是在请这个北投的百特阿德先把引擎的线路都整理好了，好，不必要的线，因为修修剪剪，你想想，那就请他把整个线路 Q 啊清澈干干净净就好了。那后车厢呢？其实这个车原本哈，原车它就附有这个重低音了，扩大机啦，不是重低音，它原本其实就有扩大机了，可是呢，它却把那个扩大机剪掉了。因为扩大机坏了，他不修，他把它剪掉，然后他就又买了他厂的扩大机外接上去。其实这个车325嘛，好，它原本其实就有好像配16颗喇叭，十几颗我忘了，好不好？知道那个网友会跟我们讲，我记得原厂就十几颗喇叭了。然后他换了他牌的扩大机，后来我们把他所有的扩大机重低音的线路全部都剪掉丢掉，然后把原厂的扩大机修复，然后把他原厂的喇叭线路全部。所以呢，后车厢打开就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样子。我们这个是有洁癖的，我们就喜欢看这样干干净净哦，不喜欢看这边拉坑哦，那边线路一大堆外露啊，还有电容有没有？有的没有的，越老就越单纯，他年轻的时候越花枝招展。好啦，很辛苦啊，吹票一下，多鼓励我们。如果有还不错的流量，我们就继续持续的做翻新的单元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让大家看一看前后的差异。到底有多大？Party's going down.
拍三麦阿翕啦，我会看不到是不是？我会拍狗啊，你翕的我都唔敢拍。哇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去戴口罩，不然等一下来说我没有戴口罩。哦，其实这个闻习惯了，不闻会怪怪的，你都唔知。叔叔有练过，好、哦，请各位小朋友不要学习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对啊，你阿不光被冲伤啊？无啊，加我，加对啊，对啊，这翘起啊，皮翘起啊，啊，这不用太多哎，慢伤济，啊，两边都要刷哦，啊，均匀，加好交掉。哇，刷好之后不要马上压，你还没搭，阿没搭也翘起啊。啊，这要看我搭，自然风干。那要等多久？用手去摸，假设好，你这样一摸嘛，嗯，不要黏黏的，你起码你摸也看稀嘛，啊，就这样啊，等啊，哦、等下用手去摸，摸起来不要黏黏的。就可以把它压回去了。啊，这样会黏？对啊，会黏啊。可是重点是要等它干啊，现在还没啊，还没那么快。那、啊、等的时候可以干嘛？啊，要不然等干的时候，不然再弄个别的啊。好啦，把中间复原了。你说中间那里？太尖比我先嘞。那剪掉是不是？没有，它原本你看，它原本是中间，这样。答案快揭晓了。万能的束带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等一下我们装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改这个嘛，把它变成这样嘛，说这样，变成我们要先固定。反过来装，对啊，哎，这接康这，接接着是缩楼梯啊，对啊，固定的，可以绑在里面吗？应该不行，提高了怎样啦？提高西单灯啊，不必再来租韩吉灯啊，不必也都让他租韩吉灯，韩吉比比较贵，哇，那个推出啊，应该爱个个人加工那个手刹车的地皮啊，要怎绑？啊，一般是这样，一般是这样，对啊，这样，那你要固定好啊。啊，这个我刚刚为什么要竖的原因就是这样，缩起来，口我一边对折，口来对起，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、啊、怎么要装？就拔起来是整整只连这个一起拿的，拔起来就应该是这样了，哦，整个拔起来，有，谢谢，谢谢你一下，哇，这个就是要把它固定的。就是类似啊，你看你被挂灯嘛，啊，你不能太短，要不到，嗯，一定要一个长度出来，头要露出来是基本常识哦。不然就包今天。你头留这样会不会太长？还没好。哦，我的头很长啊。想摘了，哪林伯摘鸟？安内啥吧，正常人在时。你看，这样摸，嗯，就没看气压哇。嗯，可是它感觉是干掉啊。可是不会啊，你看你这样拉过来，压下去，不坏吗？所以不能让它很黏的时候再捏。不是黏的时候黏，大家以为快干之后，哦，干的，干快那个，也不是要等，真的它不黏的时候，它黏上去就好了。你要哈，其实它两个都有抹了，这边抹了，这边抹了，等它快干了，摸起来不会黏黏的，这样两个黏在一起就拔不开了。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哇！啊，只是说我们担心嘛，为什么因为皮有那个弹性，我怕它皮弹起来就让它黏，确定在更干就把它拔掉掉，就像那样的哇！功夫还不到底啊，不然就这样。我的妈！它这个有六个档位，六速啊！它这个还是有六速，没有。哎，你干不啊？阿刘，哦，我想讲你也控制机器了。修正一下，因为我怕它压，等下会有痕迹。虽然其实应该已经掉了，拿一个尺啊。或者是那个比较不会有痕迹。哎，断掉了。那比泰山老二还惨。哇塞！哇塞！你还自己想哇塞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你到底有多短？哎呀，干，总是要谦虚一点。好啦好啦，其实我在这边，既然泰山都承认了，我也在这边坦诚了，我也差不多是这样。好，我是说还没有弄大之前。哎、欸，还够椅背哦，阿柯林椅背蛮一点嘛。他那椅背很丑。对啊，你看他这不是椅背，很多的椅背啊，嗯，都会翻开欧洲车、奥迪啊、福斯都会，那通常都是这个脚断掉。有没有？它这都有这脚，那就是用热熔胶把这个脚固定起来。有没有？像这个已经不行了，就要弄新的再把它拉上去，到时候再把它扣回去就好了。其实就一块干皱板，闻一下，对啊，是 V 链的味道。所以我常在讲说 ，V 链是有自己的味道，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用这种木质的材料，它晒太阳，它就味道会浮起来。对啊，这种自然的东西，不是那种人工合成。对对对对，你就是闻太多，所以才造成你现在这么小。好啊，既然拆下来，我们到时候连这个皮一起稍微把它粘一下，再把它夹起来。
像蝴蝶夹刚刚那个一样，到时候再把它复原到椅背啊。好、哦，啊、这个地图架连起来，啊，这个通常也没什么绝招了，打个结，哎、啊、呀，把它打个结，它就拉回来，嗯，它、啊、就把它剪掉就好了。因为这种那么大、那么老年纪的车，哦，我们就稍微打个结，然后在这边剪掉就好了、嗯，所以就不要让它看起来那么松。好、啊，等一下再把这个连起来，这个都要时间呢，这个都不是一个晚上、一个下午弄的，对，还得请。掉一顿你们掉一顿，我啊，还在努力中了，不可能，还不用扭力扳手、哦，工作都没有符合标准规范，我立马没穿工作服，没穿工作裤，防护墨镜、防毒面具、啊、手套、袖套、保险套，有啊，你忘了、欸？你看这椅子啊，是我们去买这个，说的电锈标签。就这个吗？我请店家绣上去，买那么多，你看买了很多哎、欸，买了很多啊，要不要帮你绣在你的内裤上？啊，你要脱下来跟马子说，我的 M 包了。可是裤子脱了就不是了。你看到、哦、这是国产车跟进口车不一样，你看这进口车，我们这拆起来，这些连下面都有很厚的那个隔音垫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国产车这边拆起来都空的，都直接都是铁。你问科皮，科皮拆最多。对啊，我啦有一条呢，一小条，只有这样一小条，像遮羞布小小的而已。对对对，哎呀，你看啊，它这样在布上面摩擦也比较不会有声音、啊。嗯，那、啊、你如果是锁在那个铁板上，铁板，啊，只要抠抠抠抠，地方噶塑胶啊，抠抠抠，等一下震动力的车内杂音就一堆。假设你零钱掉下去也不会有声音。我就上次有一个客人。开阿提斯啊，嗯，他跟我买阿提斯啊，对，他说小师哥，我夜深人静开车啊，我方向盘转动都会刷刷刷的声，哦，他说很小声，很轻微，回来把喇叭盖拆开啊，掉一块在里面，好，所以哦，异音是最难抓的，你在哪里掉了一颗小钢珠，对吧？你怎么找？掉了一块钱在某个地方，哇，那是最难找了，一块钱不用找了，不是找不找问题，他会跟你说有个声音，哪里一直有扣扣扣的声音，那你不是很烦？一直吹，一直吹，对啊。所以外面都没有人要帮你抓异音，就是这样。他如果在帮你找了半天呐、啊，找到一块钱，他、啊、问你他跟你收多少钱？我赏你啊！哎、欸，先生，我帮你抓到你的异音了哈，我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。好，我把你的东西都拆了，中控台也拆了，地毯也拆了，找到这一块，我可以跟你收3000吗？马上 Google 评价2颗星。继续啊，隔壁装好了，你看，讲话的过程当中。好了，耶、哦， yeah, 完成了，好、哦、没有啊？都做这样不？啊，这个嘛是啊，这个看到这个套子嘛摕起啊，啊，这个不是讲要换掉？嗯，这个要，这个不要弄，后面那绑的，哇，确实是拉出去了。你看，真的嘞，这是用蛮力解决的事情。啊、没有、啊，先锁了，重点是，你看，啊，拆螺丝啊，拢不爱干转来。两边是倒一支，是倒一支，对吧？它有分啊，有挖起来跟这个，一般这个都是后来自己再补。他说我可以发动吧？可以啊。现在把确定器你搞好。啊，没晒。人气波导，被波导了，波电器啊。看到没有？这人类最基本的需求，他想吹冷气，所以他就快点想办法先转冷气。哦，哇，那这个应该是冷气面板有下移的。有吧？对啊，因为原本我记得它这个上面是弯定的屏幕，你知道什么是弯定？弯定就是一般以前旧的主机一个单位叫弯定，凸定就两个单位，两个合起来就是一个萤幕的大小，就是现在这个萤幕，这是国际规格，但现在已经不国际了。现在大家都做自己，他想做9寸就做9寸，他想做7寸就做7寸，10寸也可以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才可以削你的钱。大家都做一样啊，大家都生产一样，外面随便买就好了。对啊，他原厂赚不到钱啊，所以现在每个都做特殊规格嘛，你就一定要跟我买，有没有？跟 GoPro 一样嘛，你要买麦克风就要买我专用的，对，专用模组，有没有？5速手排把它改成6速，哇哇，碎啊！其实它原本这个是皮的啦，啊，我故意把它换成橡胶的，因为它这皮有点打到有点皱皱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对啊，这打到有点皱皱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皮打到有点皱皱的，有错吗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吧？对啊，所以换一个比较光滑的，有没有？宛如厨子，有没有？啊，差了，拉手。对，我话都不敢了，我们去拿去啊。对啊，其实如果是以前怎么用，你知道吗？缠黑胶带，啊，缠肥，有没有？
然后就把它卡卡下去，卡进去就刚好。不是啊，因为它这是改过了，它下雨，后来我们发现，你看到这个脚有没有？嗯，是应该是要卡在这个位置，可是它动在这里，嗯、它动啊，有没有？它动在这，可是你相对位置这个脚过来应该动动应该要在这啊，嗯，相对位置不一样了，所以它是松松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是卡不住的，土炮。你要用双面胶？对啊，绕一圈圈啊，薄力转圈圈。上圆，哎呀，上圆等于啥啊？外边轻一点等于啥啊？这样比较不会有杂音。看你今天被它塞得满满的了，塞得好满啊！哇，如果女孩子这样跟你讲，你让她选吗？没卖啊，没有，你包包买太小了。无你咧想啥？我没卖啊，卖铁拉大卡就当诶。好了啊，以后修又方便。拔出来就修了，对不对？总是还要有一些土炮，人家看我们节目不是要看你买新的来装上去吗？嗯，对不对？总是要学到一些土炮技能。哎，话还没说完，他偷偷给人家塞回去。我可以拿这根，一根塞第三次，已经第三次了，没扎了，不用拍了。对，好，现在要干嘛？连这个？对啊，一样的，男人的工作了，现在浪漫又无聊。啊，这等一下是不是也要夹起来？夹起来比较好了。其实不会，其实以前都闻习惯了，闻到这个都好怀念的感觉。或许你们觉得很臭，可是要一种回忆的味道。以前钣金啊，以前我们在做钣金啊，那个在烧啊，那个那种干嘛干啊，沥青啊，沥青那种烧焦的味道，因为有时候闻到的时候，我好怀念那以前的我小。干嘛干是不是就是铺路的那个？对啊。干嘛干念着念着卡，叫我爸买地卡，地卡给我滚烂烂，腰椎筋啊，老腿烂，我老腿烂。好了，嗯，就现在就等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等啊。好了，那先开结个尾吧。他结尾哦，结啊结一下。记得帮我喜欢的要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好，我才可以更做更多的影片。分享给大家看，对啊，好，拜拜。